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文语言说者，闹一切众生，悲伤如黑暗，幽冥亦同死。而得自挂之，云何之不对？个阿兰，人生世间亦对叩出。从户口生如免费，免费之人受世间财，户口之人受七性财。一切众生后对叩出，故叩为非心腹，灭心忍。心多言语者，他人为之，良邪为其第一。在两下人以现在世受善果报，知识亲友兄弟母子路边等亲和，解释坚固，人无灵怀。
菩萨忍受一切恶，向众生心平等，不动摇如大地。独有不恶人，非礼相加谤，智者以圣言，安忍能独之。菩萨百千劫之间所骂你，亦不生嗔心。由百千劫之间所称赞，亦不欢喜。除了的人言，音声之生灭，如梦如响。由观五义，以灭嗔恚。一观一切众生，无始以来以我有闻。二观一切众生，常念念灭。三观为法而无有众生，或者有灵损所损。四观一切众生皆自受苦，温和佛家依靠。五观一切众生皆是我主，温和欲生损害。
恁有十事：一、观我及我所想；二、念正事；三、破除骄慢；四、恶来不报。五、观无相相；六、受慈悲；七、心不妄意；八、舍己克苦乐等事。九、断除情意；十、修习智慧；十一、能成就如是十事，同知十人能修忍。无毁了一切众生，名忍辱波罗蜜，自心破害亦不清，名清净波罗蜜，说法莲华菩提心，名真实波罗蜜，成就此三种，为之成就参体波罗蜜。如来灭后，若有人毁谤佛法经，立定不可轻昏忧恼，应作此念：我定若生轻昏心，非沙门，非沙门法，不随顺德。佛言：若有菩萨自诸忍，有十种利益，何等为赞呢？一、慧不能修；二、德不能挂；
三毒不能中。四水不能漂，五为鬼神所护，六得身上庄严，七避诸恶道。随其所落升梵天，九昼夜常安，十其心不离喜乐。佛言：听之清辉，得到十种功德，何等为十？一、离一切清；二、乐不积财；三、众生喜乐。四上依圣贤相会，五得利益事，六甘用断食，七见众生乐，即生欢喜。得以三昧，九得心口意功德调流，十心怀命终得成善道。Thank you.
离诸谎业，诸不谎业行。妄业慌乱心，不能真实见。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宣扬佛陀智慧，推广佛教文化，培养人文胸怀，认识生命本质。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户名中华印经协会。唱歌，现在医学证实嘛，唱歌对人体有很大的好处嘛。我本身呢就很喜欢唱歌。朋友几时空想，犹如水中月。愿与悲心生他离，生生世世。大家好。这是我们第三届的圣哲之歌演唱会。那在每一次的演唱会，其实我们本着初衷都是一样的，就是希望透过我们的声还有语，就是道歌的唱诵，还有意念，就是这些善念集合在一起，透过这个集气的力量传送到整个宇宙，传送到所有的生命，然后希望所有的生命都很健康吉祥平安。就是因为这些道歌都是这些成就者他们毕生的修行里面的领悟中的精要，所以我觉得把它编成道歌以后，对我们这些后学者是有很大的益处的。唱道歌的话呢，因为都是圣者的话语，所以我们在唱着唱着，我们可能在自己的心情上面会变得更柔软啊，那会带你到一个比较祥和的那种感觉氛围，然后也会更放松，好，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唱道歌。愿以悲心成他力，生生世世无缺弱。愿以悲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卷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天人真事因果实录。
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十多岁的儿子跟老和尚请益。他们说3年前他们移民到海外去，暂时租了一栋房子，打算以后再找别墅买下来。可是因为四个人的意见总是不能统一，不是丈夫满意妻子不喜欢，就是妻子满意丈夫不喜欢，再不然就是孩子也有意见。好不容易四个人都满意了，偏偏屋主又变卦，到现在3年过去了，仍然找不到合适的住家。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想要请老和尚来指点迷津。你两个小淘气，是不是喜欢掏蚂蚁窝啊？听师父一问，四个人都笑了。母亲说：哎，对呀，对呀，他们两个从小啊就喜欢掏蚂蚁窝，说是要研究什么蚂蚁窝的构造，什么蚂蚁窝里面有蚁后啊，有工蚁啊，还有什么兵营嘞，还说有什么很大很大的食品仓库哦，常常两个人一玩起来，连饭都忘了吃。哎，你两个小孩经常破坏蚂蚁的窝，毁了他们辛苦的家，又糟蹋了他们千辛万苦搬来的食物，让蚂蚁没有安身之处。你们现在安顿不了自己的家，这只是粗暴。如果不知道忏悔改过，将来就算有了自己的房子，也可能会遭到意外的毁坏。尽管你们很有钱，将来难免也有为吃饭而奔波的时候。做父母的皈依的佛门，怎么可以让孩子做这样的事情还不制止呢？养不教，父之过，因果报应如影随形，要赶快求忏悔，诵经回向给千千万万受害的蚂蚁，或许还可以转变未来的灾难，明白吗？师父啊，弟子知道错了，虽然皈依了多年，以为只要吃素念佛就很好了，没有把小孩子的玩耍当成一回事。今天我们回家会到佛前忏悔，拜梁皇宝忏、大悲忏，回向给这些曾经受过伤害的蚂蚁啊。Thank you.